三一江大训练福德宫参香活动，第三站台中市潭子区嘉仁福德寺。到达台中市潭子区嘉仁里了，本宫参香团队到了嘉仁福德寺，有功吹响长号迎接，进香如手，一起展开仪式。神教开始行拜庙礼，三进三退的拜庙仪式。喊出进哦，主委王文成带领着委员干部和信众们参拜。
女性的检察委员王安全请就位，女性的女主董正清代理副主主董事，全体委员群众唱戏戏人等请就位。上香朱上香，请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。二上香，请求国运昌隆经济繁荣。三上香，请求社会祥和人民安康吉祥。新中梅享用着油工准备的点心。社区活动中心，嘉仁社区活动中心的场地很宽敞，凉啊凉。双方主委和干部们亲切的交流。欢迎来我们嘉仁里，欢迎欢迎，来来来，韩老师，这两个这两个这两个，肩膀那么别，肩膀那么别，然后头前是，我来看，肩膀那么别，我这个如果要去打，哇，是，我们今天把这个就步骤步骤写成快看，来来来，这这，请坐，请坐，来来这，坐的坐的，我可以可以，我这里二位，我们是。红油粒，红椒啊，我很行动。来，红椒，来，副主委，来，副主委，好了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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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，关上再买。好。第三站的餐箱结束了。大家也准备返回山邑了。以及圆满完成了三间宫庙的参香活动。大家精神还是很好。